人的一生总要履行一次关于看海的约定。这里是海南万宁，一座关于大海的小城。这里有最梦幻的海水，祥和的海边小镇上有最诱人的美食和风景，一望无际的槟榔园和闻名遐迩的和乐县，让这个季节的万宁更是充满了诱人的味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遇是美好，遭遇也是美好。哇哇，哎，让我把它处理掉。哇哇，鱼，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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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过了，那条鱼吃了很多人呢。你的血还是你的血？我的血，太霸道了。好，你好啊，咱们就是非得野生厨房不吃土不行啊。哦哦，涨潮了，我觉得我们有危险。本节目由湖南人更爱吃的合成天下槟榔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超千万用户都在用的爱前进投资 APP 赞助播出。每周六12点，会员抢先看，加入芒果 TV 会员，寻味别样人生，独享更多精彩内容。好舒服啊，这声音放空。韩哥呢？韩哥呢？不知道。韩哥呢？韩哥不来了是吗？韩哥退出了。韩哥太不讲义气了。韩哥累了，天天做饭，看车。开车。累了，韩哥累了，回去休息了。今天太阳还不算很大，我本来跟你一样白。我不白啊。你还不白，我给你看一下我晒的那个边际线。哇塞，你去哪了？你还光膀子啊？光膀子晒的？就海边啊，然后就傻，然后就不懂涂防晒，因为就觉得男的涂防晒特别娘。我怎么会怕太阳呢？就是嘛。我怎么会怕太阳呢？太阳，对不对？我们的父亲。想念我们的父亲。来了来了，韩哥来了。拦车拦车。韩哥。韩哥怎么？韩哥你变了，韩哥你胡子刮了，韩哥。韩哥你变了，你变化好大，韩哥。你怎么胡子刮了这么干净啊？哇哦！我们先上车再说。哇，这台车好帅哦！这车打不开这个呀。哎，等会儿啊，稍等。我也不会开。稍等，稍等，解锁。哎，等一下。要是韩哥的话，早就打开了。好了，哎，你还上不上来？不错不错，好了。那江岩姐，你以后就永远的帮助我们。对呀，我觉得我们很需要你。母亲，小菊，我觉得
野生厨房，我们的父亲母亲太不容易了。怎么说？带着杂粮，挑食是吧？一个是啥都不吃，一个是啥都不会。咱们这海边比那个农场好多了。好了，我跟你说，这个就是韩哥不在，韩哥在的话就会打断我。嗯。韩哥说：“哎，各有各的好，农场有那种农民朴实，对不对？建设的美。”海边是那种自然热带野生的美，各有各的美，你说对不对丹丹？我说对对，韩哥你说的对。母亲打算晚上给我们做点啥？是大海还是食材？对吧？你们想吃什么？我想吃航空母舰。看看这个手册，万宁啊，槟榔和乐蟹，岂不是正中下怀了吗？这个季节可以，这个季节正是吃蟹的吃蟹的时候。对，严妈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螃蟹啊？我爱吃蒸的，咱俩一样原味的。我觉得螃蟹加什么调料都，就海鲜就不要加调料。对。给我们野生向导打个电话吧，林玉泉。Hello， 我们是野生厨房的，我是汪涵，玉泉哥呀，泉哥你怎么称呼啊？啊，我叫鱼哥就行了。啊，鱼哥啊，您是就是打鱼哈，鱼哥，鱼哥您好，您好。对对。听说河乐蟹很好吃啊。对对对对对，其实河乐蟹是那个海南市的名产之一，那个河乐蟹的盛产地。那鱼哥，我们现在先去哪儿啊？你们现在就可以过来吧。我现在在港北这边，我在码头等你。好，那我们先去找你，好吧？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鱼哥，一会儿见啊。哎，好的，一会儿见。哎，拜拜。Give me something to wind， 呀，突然间淹到前面，呦呦呦，下雨。又下雨了，一下雨现在我的头就开始疼，因为柴都湿了。哎呀，虽然我不知道这些柴现在在哪儿，但是他们都湿了。哇塞，哇哇，哇好爽哦，哭了，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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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哇！咱往海里开了，亚妈，走，做海的女儿。做海的女儿。哎？谁呀？哎？你看，这是谁？哈喽，父亲。哈喽，父亲。你们是野生厨房吗？你在哪儿？我在放鼠吧。放鼠。你醒醒，父亲。韩哥，我们这儿有来电显示，写的就是韩哥。哈韩哥，你是落在那儿了吗？我没有落在那儿。哎，槟榔园吧，那你也是槟榔家。那你在那儿等我们不？没有，我马上过了，马上过了。啊，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丢了呢。行了，好了，就这么着了啊。合成天下嘛，这不是？所以说让咱们来槟榔园就是我们的合成天下，如此硬的一个硬广。
也太硬了。你好 ，Hello， 欢迎三位贵宾来到我们合成天下槟榔好果的采购林。那么今天呢，你们三位到我身后的槟榔园来采摘我们的槟榔原果，可以获得你们晚餐的报酬。哇！哦，我们合成天下的果子对要求比较高，1到3期早期果，树的年龄是6到20岁，大小是5厘米到6厘米，外形比较翠绿，果肉均匀，这种果子我不收。长得像我的就不能要，长得像林彦俊的就要，特别简单嘛，对不对？哦，哇，哇，哇，很接近，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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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看一下，它会掉下来，对不对？第二次我们又用热炒，先试的吧。哇，你这是这槟榔吗？我就吃这个就好了哈。怎么样，哥？啊？你吃的吗？吃的。吃啊。吃这个东西吗？好吃吗？好吃吗？不。哇不。我不得不说，还是我们合成天下加工过的更好吃。摘吧，摘吧，来，来试一下。丹哥，我想要最上面那个。你想要天上的月亮吗？你想要天上的星星吗？大哥，我想要最上面那个。他这人太丑。我可以吗？我可以要最上面那个吗？行，这也太丑了。小陈，小也不那么小，这个也不那么小，我可以摘。大哥，大哥，还不够高？还不够啊？哎。大哥，够不到，啊，就这个吧，我感觉这个够大，好不好？来，你来接，我来割。Let's go。小心啊！哎呦！哦，啊，大哥，那边有蜘蛛！哇！哇，好大的蜘蛛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那么大呀！严妈，小心啊！你可以去，我们把那只蜘蛛解决了。是吗？你可以去搞搞吧。来吧。好嘞。直着转。你看看大不大呢？也还行。还、啊、可以的。蜘蛛，小心蜘蛛！哎，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行，那个不要了。我这个不孝子。作为一个严格的外貌协会，我会非常严格的把关每一位槟榔先生的皮肤状况。有一些看起来就是平常有在没在护肤的啊，不行。这个有皱纹，不行。长雀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不重要，其他人都不重要。父亲怎么这样？穿得像那个复仇者。预备，唱。高高的树上结槟榔。韩哥，韩哥，没听过。没听过？你听过吗？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哎，你真的没听说这首歌吗？以前有个叫邓海伦在那个春节晚会都唱过。哦，你们都是80后，将近90了。韩哥难过个去。以前啊，湘潭那边呢会把这个槟榔晒干，然后挂在门口避邪，因为是冰，哦，
槟榔，就像当兵的战士一样，就挂在那里辟邪。差不多了吧？那我们可以收集一些这个干的这个柴，因为好引火，特别好引火。韩哥，这种草是不是也行啊？对啊，你知道是干的。对。哇，简直太完美了！录完这个节目，看到任何能着火的都很兴奋。啊！先锋这边我验收一下，随便验。你看我们很严格，对不对？我们合成天下就是好果子才能有好兵的。这小了，大了，大了，大了，累不累啊？就是累了，累了，歇歇一下，休息了，好吧？累了，真的累了。60、52、52，还有压秤的吗？还有压秤的吗？我55，我就算你52。你看我没有压的。那你给你腿让一下可以吗？20.15，20.15，市场价是20块钱一斤，您这边是20.15公斤，806。806，806。拿一分钱不少您的806，你数一下。哇，袁姐数钱，哇塞，很专业的样子，掉一地，对不对？这是银行的那种职员的手法。嗯，多少？806。好，收好。拜拜，拜拜，加油，合成天下。谢谢你。风一样的女子吧。哇，谁呀、啊？这是？还有没有带螃蟹来？这谁呀、啊？女孩子是一定的了，对不对？腰很细。心眼灿烂啊啊！我飞姐啊，把你认出来，我天！我想了好久好久，快上快上快上！嘿，很熟啊！嗨，我飞姐，东北飞姐，飞姐你好你好。我要上这个车吗？你在那，你坐后头斗里，跟着爬也行，跟着爬也行。哎呀妈呀，我飞姐击个掌。哎呀，我东北飞姐。飞姐在我们天天向上里面动不动就是说东北报我飞姐的名字。还有没有？啥都没有，记住了啊。飞姐是沈阳的，妍妍姐是大连的，都是辽宁的。嗯，你带啥玩意儿啊？吃的呀，我带了酱油、海鲜酱，家里自制的那个辣酱。哇，太好了，家里做的辣酱超好吃。I got my toes in the water, ass in the sand, not a worry in the world, a cold beer in my hand, life is good today. 真好，这个地方它这个晚上这些灯全都是亮的，一排一排的鱼灯，太美了。然后就在这个门口吃饭，家家户户反正都认识，闹着闲天，打着鱼晒着网啊。这种感觉真好。Yes, and all the muchachas they call me Big Papa. When I throw pesos, then we.我特别喜欢这种小镇，嗯，有点无序，但是那种无序呢，又是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默契当中产生的无序。而你也认识我，我也认识你，只做这一个镇子的生意。哎呀，这是我们的导游吗？
于哥，是于哥吗？于哥，哇，韩哥，你好，你好，你好，于哥，欢迎，欢迎，欢迎。这样吧，我带你们到那个沙滩上，好看一下，要感受一下大海的气息。那你我们是跟你的车走，还是跟着我？开着摩托车，你跟着我。那可以，你往前走。谢谢于哥，谢谢于哥。韩哥，你就一见面学人说话，不怕他不高兴吗？不怕，因为反正也学不像。这没有海啊，这没有海啊，这太荒范了，这哪是海边啊？这也好晒啊，这感觉像沙漠呢。感觉像沙漠啊？对。哇哦哇哦，好好看啊。哇塞，哇哦哇哦，我的天哪，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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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这下只有拖了。哇塞！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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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风浪还是挺大的啊。对对。哎，但是这里有个最大的问题，生火。那不是闹的吗？就是你要那个露营，露营我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个一片那个比较没有风的，对，很好的一片海域，那个沙滩，这边是小海，这边是大海。走吧，我们到营地去看一下。这个才是旅行的一个目的，就是。飞姐，希望你晚一点还可以说这句话。还没开始。还年轻，还年轻。你还年轻，还没开始。是，的确还年轻。哇塞，好看的。这还挺惬意的。这个晚上会涨潮吗？现在晚上不涨潮了，不涨潮，这些都涨潮都过了。了解，对，所以基本上它不会越过这边了吗？不会，不会，不会。我们是在这里吃饭吗？走啊，就在这儿，在这儿坐，在这儿吃。现在有没有清醒一点了？现在有没有感觉年纪稍微增长了一些？感觉到旅行的意义了哈。就在这儿吃吗？不然呢？这还是很好的地儿了。于哥，捕蟹要怎么捕呢？捕蟹要开船去小海那边里面。哇！现在去是放网，等到晚上再去收网就有收获了。那边还有卖海鲜的，就是螺类啊、虾类啊之类的鱼类都有。哦，在鱼排上卖。但哎哎，他们这里是有买海鲜的。好嘞，我去搞点呗。捕蟹。运气最好的是妍妍跟小菊，是吧？上次他俩捞到的大马哈，大马哈，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垒灶，开始吧。我们一网差不多能捕多少啊？就是运气好的话，可以捕个几千这样。这边走吧，这码头这边走。我小心。
所以小海的那部还有里面还有很大很大的一片里面。但是我们捕蟹就在这个海域一个有一个那个淡水出口那里，就是这个镇上的淡水都往那里出来，咸淡交融的地方。二混子水。对，它这种水养出来的东西呢，这个肉比较细腻，不论是河乐蟹呀、虾呀、鱼呀，都非常好吃。蛮帅的，你看它。哇。蛋哥不能输，蛋哥不能输，回他一个。蛋哥，下面有点小，不要拍下面是吧？哦，哎，船也是这样加油的吗？哎，对。他这个搞在这个码头边上，直接拉管下来，直接加到、哦、加到船上。船的加油站第一次见。哇，海狗！我以为你不能因为人家在海边你就叫人家海狗。人家不是说水狗。海狗，好帅啊他们。这里是一个避风港。就是台风时候，我们的渔船都往这边停。它为什么会避风呢？它也没个山啊。它这个弯嘛，一个小，这里没有浪，也没有浪打呀，也没有风，对，它已经很低了呀，这个风吹不到。从哪拉网？这一带就是我们需要那个捕蟹的这一带。哦。现在要开始下网了。现在下网。钓，没就在这里没事，他们下网在那边下。感觉这个下网的地方还蛮不海洋的。我来，直接这样放着就好了，是吧？来吧，我来。对，就这样放下去就行了。慢点。捕蟹就靠你们俩了啊！他怎么会那么傻，钻到这里面来呢？哎，我看一下这个网，这也没有门啊，没有入口啊，看一眼。分析一下，哦，有入口，我看到了，有洞吗？有入口，对。啊。哎呀，螃蟹为什么要往这里钻呢？傻。他以为他自己是蜘蛛。拿这个网固定住。啊，流水它流哎，对。看见飘着，跟你们一样哎。这个浮标，等一下回来就记得。等一下就看这个。那你看到拉上来 ，OK。蛋哥，你等一下，如果里面有螃蟹，你就会很有成就感，因为是你自己撒下去的网。我真的很怀疑。很怀疑吗？会有的。我们去吃一排买菜。好吧。你觉得韩哥会偷懒吗？韩哥应该在想尽办法让飞姐换泳衣。我干点啥？你去游泳。你下海？不是，我们要垒灶。现在在这方刨坑特别像那种动物世界里面说哪种小动物前肢较为发达，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给自己刨出一个坑。哇，还真是刨出不少。哎，你看海里面有人在里面，看见没有？你看他们在海里面捕，其实水不深，看见没有？嗯，我们跟他要两只吧。那也只有你估计能要着。嘿，过来一下行吗？嘿，王涵在这儿呢。好来。王涵在这儿呢，快来呀！什么叫快来？跟逮。快跑了。逮贼呢，在这儿。我给你冲个咖啡去吧。煮咖啡要怎么煮啊？你要拿个锅是吧？车上面没有煮水机吗？车上面的煮水机啊？车上面没有生水的机器吗？没有。你们在过什么年代的生活？就是什么年代了？烧水壶都没有。
怎么生火？没有电呢。发电车呢？发电车？拍摄团队会没有发电车？发电车？你想多了，姑娘。啊，飞姐，你还年轻，还没开始。是，的确还年轻。这就是养殖那个鱼排，哦，这个就是鱼排，我们当地渔民自己养的鱼排，就在当地这里，哦、对、哦、对，挺好。来来，这里这里这里就是了。哎，鱼哥，小鱼哥，买海鲜喽！这里海产品新鲜的，什么都有。哇哦！我看看有什么。哎呦！哇！哦，这是那个生蚝。这边有生蚝，什么都有。这现抓现卖的。生蚝怎么卖啊？这个算个了，大的10块钱，小的5块。我就不吃了，给韩哥买点吧。行，那拿6个吧，40块钱。42了。这2块钱你算？两块钱可以。行行行。炒两个人姐，人姐，看到没有？厉害了，太会喊价了，你跟他们没理。看着看着旁边呗。我们要上去吗？哎呦，大龙虾，大龙虾，哎，这可以，这可以啊。先上来看一下，看一下吧。龙虾多少钱？这就是花蟹、花虾，280块钱。啊？本地价的。多少钱？280。280，这么贵啊？这个本来就是贵，在酒店卖差不多500块钱。你太贵了，太贵了，我们不吃了，太贵了。什么你呀？老板很尴尬，我只是正常报价，为什么都说我太贵？老板，你们有会员制吗？可以办在你们家办会员卡便宜一点吗？没有会员卡，没有会员卡，移民的啊，移民的 ，OK。我们可以不吃龙虾。我买点鱼什么的，来条鱼。咱货比三家吧。货比三家，那还有。看看旁边呗。快来这边看一下吧。太贵了。看一下吧。扇贝和鲍鱼什么的怎么卖啊？鲍鱼4块钱一个，扇贝2块钱一个。哦，好。哦，这行。这个行。我们这一盆都要的，都要的。这一盆是什么？这是海螺。你便宜点，我们多买点，我们就都要了，都要了。你便宜点，我们多买点。虾我们都要了。我们要这两盆。这两盆给我们装着，装着。你便宜我们就都要了。老板过来看一下吧。老板过来看一下吧，这个是正宗港百龙虾的。便宜点就过去。你过来好说吗？过来吗？你先说嘛，这么近。260了，不用说那么多了。260。嗯。200以上的东西我听不懂。哎，200就贵了，都比市场贵。我天天是逛菜市场啊。大连人，大连人，大连人菜市场一姐。菜市场一姐。做生意嘛，天都黑了，你让他就是开一单。而且老板，开一单了。我们从你这里买，机器一拍播出以后，你这生意得多好？你想一想。你买试试，要是没有正宗的港版味道，我不要你的水。现在人家这。现在这一家生意就很好了。啊，我来跟镜头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在港北啊并排的这两家，这家的海鲜更好，好不好？在看节目的人看一下，港北这一家的海鲜比那家的好，你们注意一下啊。谢谢谢谢。199。那给你200，那个不用找了，剩下1块钱给小朋友买糖吃。拜拜拜拜，你到了，谢谢你，拜拜。你跟着到港买了不吃龙虾，你会后悔的。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在别处吃。走走，我们往前看看，走走走，还有两家吗？这吃点这个是情哎。龙虾我是觉得野外做不好。龙虾可以锡纸烤啊？不是，它加热之后，然后
熬上那个蒜，就避风塘那种蒜，然后往里一浇。喂，老板，这个巴士坏了，八十。啊。八十。惠普卖给你八十，好不好？姐，他说那个八十。那个小的，那大的那个龙虾多少钱？他说这是两种价，你给你出多少行吗？我看八十五就可以了。可以。我觉得八十五就可以了。八十五啊，帮你宣传嘛！你看现在都知道你老板人又好又实在，虾也好，都新鲜。东北第一龙虾哥，可以的，哇！美女过来，卖一只大的跟八十五卖给你吧。八十五，好啊。好。那我们要那大的，你太好了。东北八，八十五。大哥人太好了。你们要会喊价了，太会喊价了，大哥，来，冲进来，贵姓啊？姓林，林，哇，哎，同姓的，同姓林，同姓林彦俊，双木林，林大哥，林大哥，港北最实诚的海鲜卖家，希望你们来港北的人，请认准他，找林大哥买龙虾，买龙虾，好不好？买龙虾，要原价，不要砍价，原汁原味的，我们原汁原味。不是原汁原味，不要钱。下次光连送了，该送了我们就送给你们了。你们别吹了，全来了，全来了。大哥，别吹了啊！谢谢大哥，谢谢。请去林大哥家里支持一下他。我们现在要回开船回到那个地方，当着韩哥的面，把他丢到海里，放生。我们让韩哥知道我们有多慈悲。让他想想，挥霍，韩哥，这个是280一只，唰扔到海里。大哥，谢谢了哈。拜拜，谢谢你，老板，谢谢，拜拜。又是满载而归的一天，就像爱前进投资 APP 一样，投资回报看得见，天天都有幸福进账。舒服了，就是折腾完了就踏实了，就开始准备吃了，这就好说了。哎，这是我们的，哇，那是我们的人，看见没有？嗨，快游过来！我跟你说，拿过去，韩哥第一个啥？哇！一定，韩哥一定！哇！龙虾哎！别急！哎呀！小心哦！哇！哇！哇！一模一样。我就知道哇！你看哇，都是你们打的吗？对，哇天，我们把卖鱼的老板打了一顿。哦，你们把卖鱼的老板打了一顿，他还是活的哦。今天晚上太酷了，哦，小心，可以的，谢谢宇哥，再回去。来，大家喝咖啡，在这样的地方我们煮出了咖啡，又开始了。在这样的地方我们煮出了咖啡，让人感觉这样的人生不大悲催。哦，一杯咖啡映出了人性的光辉。哦，让我们在这样的夜晚一起去起飞。哦耶，韩哥又来了。本节目由湖南人更爱吃的合成天下槟榔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超千万用户都在用的爱前进投资 APP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灵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北纬43度野山杏仁研磨而成的露露杏仁露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购野才购进进宰小鱼赞助播出。我看看车上，东西都拿了耶？没有啊。还是什么没拿吗？对呀。啊？好多呀。小军，你跟严妈一起过去拿东西。好。韩哥，你猜那只龙虾多少钱？那一只，你送回来的，还是给他钱？二十，给他，哪那么可能？85，一只这么大的龙虾，还有那个石斑鱼，85我们能够吃生的，这个龙虾可以吃生的，绝对可以。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去车上拿东西去了。凑合喝吧，一会儿给你补充辣酱。里头放辣酱是吧？
可以吗？哦，他说咖啡里面可以放辣酱，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哇，我还可以哦。虽然你这个创意非常的棒，最近我感觉还非常的浪。哦耶！我现在饿得想吃葱。耶、yeah ！哎，咋吃啊？马上啊！不然你说呀，我来弄。别着急，你先喝点咖啡。我自己做的一个桌布，火铺上，要不都是沙子。火，你瞧，这个你准备用来做什么？平底锅。这个做什么都行啊。你叫补个光吗？不是，你这一定是要补个光。我就怕太亮了，就是防潮垫。哇，你们要坐在旁边的话，作为一个影视剧的演员，姜妍她有可能是想给自己补个光。来，灯爷，你看她自己带了反光板。咱先处理的好不好？我来，这就两个了啊、嗯，就放在那儿就行了。姜妍属于在家自己吃饭都要摆盘的那种。你的烤炉呢？哪一个烤炉？我们有一个烤炉啊，在这个柜子里。啊，这。啊，对不对？对。坐，小心点。你先给鱼破开吧。是，去吧。这，得嘞，让我把它处理掉。哪个？海上面那个吗？对，一条鱼啊！你瞧那么大的鱼，哇，这可以吃很久哎。对，可以吃很多年呢。安哥，我们要不要把它抓过来？抓那条鱼吗？对，那条鱼吃了很多人呢。真的吗？你们有看出来吗？安哥，那是船啊。对。这些全包啊。是的，海鲜嘛，咱们就得大量的用蒜，不然的话，这不是杀菌吗？姜也是，要靠它去腥。拿那个矿泉水给我。哦。哇，破了！受伤了？稍微有一点点，快点，没事。你是刀划的还是什么？那个鱼刺。没事吧？那有什么事儿？小事儿。你确定不会有事吧？没事。来来。好痛啊！不痛。差不多这个位置吧。对。放回来。你就撕就行了。这样就行了哈。对，好。对了，鱼已经处理好了啊。好的。你的烧烤箱装好了没有？装好了。小军，那你来生火吧。好，拿那个扇子扇一下。好。太牛了。好，可以，这跟大柴好像炒的。帮你们做点什么？你把那个里面那个虾捡出来吧，捡个盘里，一会儿我好处理。天哪，你们每天都是这么吃的吗？现在知道我们长大了吧？现在知道旅行的意义了吧？我重新认知一下旅行的意义，它还是活的，真的。可不咋的呢，你交给严妈，她会弄。
给他放了，我又不敢，怕他们生气。至少在这儿能多活一会儿吧。韩哥，哎，啥事儿啊？给他放了吧。别放，别放，人家好不容易把他给弄过来的，千万别放。看来他还活着呢。我们偷偷把他放了吧，他们可能都不记得还有这个。不可能，这么大龙虾怎么可不记得？我们拿石头剪刀布。三局两胜。一局一胜。一局一胜。来，石头剪刀布。啊，你赢了。好吧，你忙去吧。好的。哎，你别在这儿啊。没有，我在这儿，我不捣蒜吗？我要。好的。好了，我们把它换一下。这个海水冲了。嗯，好的。亲爱的，你能不能上车上把蚝油拿下来？咱缺蚝油。谢谢哈，客气。差不多可以了吧？你们那边，他们的炭火都已经生好了。宝贝，香油应该拿下来了，上面没有。哎，你要放了他？啊？什么？为啥要放了他？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吃的，做完了也是吃不了的。你看那个虾就有多少，不够吃，不够吃。我告诉你，你那个龙虾就是这么回去，它也活不了。它不是生活在这个海里吗？这是淡水。那龙虾已经懵了。以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它现在应该在紧急的 CPR 中。摊好的都拿过来吧，来吧，可以烤起来了。来来来来来，了不起的新疆卡抓了，来来来了。要吃烤串的锅的吗？有几个不小心被我爆头了。你要不要参与一下？怎么参与啊？你还烤吗？来，所以我只要在旁边一直加油就好了，只要一直翻面。对，好香哦。对 ，Welcome to 严峻 BBQ， 严峻烧烤，好不好？做完这个节目，小林烧烤，小林烧烤，好不好 ？OK。大的烤，小的炒。小的炒。对，大的烤，这个不用翻个，它一开口了就能吃了。就吃它原味儿，什么调料也不放。好的，刷油 ，show time。帮你们加防晒霜，让你们烤得漂漂亮亮的，日光浴。哇，真好嘞！有卖相，有卖相，真的。撒盐。哎，这样，那，别这样，到这里，看见没有？这样撒不下去啊！好香哦！啊，可以了！哇哦！菲尔派你先尝一个，小心哦。好的。哇，超香，超好吃！可以吃了。超好吃。好吃。好好吃，是不是好吃？哇，好吃！小林烧烤师傅，好好吃啊！
其实海边就应该烧烤。对。这个开了耶，姐，这个开了是不是可以直接吃啊？啊，对，整个张开了就可以吃了。来来来，我吃不了这个，我怕痛风，我怕痛风。啊，对。啊，等着一起吃的话，好多就都凉了。你吃，你们吃，你们吃。不是的，大家一起把它就这样就吃了。咋样？这个可以，好吃。真假的，蛋蛋？那韩哥这些海鲜你是不是都不能吃？我能一部分吧。我就是鱼啊什么的，带贝壳的我就稍微谨慎一点。害怕。对。来，再来点。啊，好的。好吃，好吃。怎么样？好鲜。真假的？韩哥肯定特别馋。你吃一个行吗？韩哥。啊！我闻一下。哦，韩哥终于有不吃的东西了，是吗？我太感动了。当心，我等下把你吃掉。小菊也不吃这个，对不对？小菊反正是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为什么？我吃了，他怕腥。我只是怕腥了，腥吗？这不行，很鲜。你是鲜的。我要用这个勺㧟点你的辣酱吃，我已经馋它馋很久。哎，你拿这个蘸辣酱啊！我的天。哦，对对，就可以干着蘸点辣酱，我天。我把那个放三倍里面一点。太对了。你在家都这么吃的。太对了。放在那个辣酱的巨好吃吧？你要不要试一个？啊！我天！忍不住了。我怕痛风，我怕痛风。好不好吃？我天！哦。我为什么要痛风啊？我为什么要痛风啊？哦，这谁做的辣酱啊？太好吃了，这辣酱。我们家。你家谁做的？妈妈。哇，这个辣酱，哇，这个辣酱，这个辣酱配海鲜太霸道了。太霸道了啊！快点把这个龙虾给我弄成刺身。鲍鱼就没什么味儿，就得调一下。你这个就可以吃了，对不对？对，那个就上桌吧。小菊，这个一点腥味都没有，真的吗？你一定要吃一个，一点腥味真的。哪个没腥味啊？鲍鱼可不可以？不，韩哥可以吗？鲍鱼，我是吃还是不吃？啊，鲍鱼，啊，哎，我痛风，谢谢韩哥，啊哈哈，我怎么做到的？行吗？好吃。韩哥，鱿鱼你能吃吗？鱿鱼啊？啊。鱿鱼，我犹豫一下吧。我再看看这边。哦，开口了。开口了就可以了。好了，可以了。盖着吗？不，夹出来了。出锅了。啊，我们拎边上弄吧。母亲，这是不是得翻一下了？来了，我来了。我现在都已经认自己是母亲了，他长得很棒，小心！喂，你要干什么？我先放边上。这，很像，很像。
就把这个火还给你保持着吗？把这盛出来啊！对呀、啊，然后咱就搭那个架子准备烤鱼了。耶！这个超级重。哇，真好啦！啊，这个石头超级重，放在这个上面。哎呦，当心点手。好，我们这边可以烤鱼了。好啦，来了啊。哦，好了，好，有人来电话了。哎，大哥你好，我是鱼哥。蛋哥，好来来来，鱼哥你好。那个蟹我们今天就可以收了，蟹可以收了啊。不要太快了，我说过去那边接你，我们说是在码头这边。好，好，知道了，谢谢。我们要去拿蟹，对不对？走吧。哦，又要去收蟹了，哇，好开心哦。Let's go。我真的超爱旅游的。我超爱。现在去干嘛？去一个遥远的海上。收螃蟹啊？真的吗？对啊。听说大师做的槟榔举世无双，大师请收我为徒。制作上等的槟榔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你可以吗？可以。第一步，挑选上等槟榔；第二步，连续蒸煮48小时；第三步，黄金比例切割。原来你的槟榔都是买的合成天下槟榔啊！合成天下槟榔，湖南人更爱吃。开船，开船，小心哦！坐着，坐着，坐着。呜，偷偷照他们的船，呜。像这个是灯光渔船，到出海之后全部亮起来。啊，原来有人住上了。喜欢吗？够高没喽？来，加滴滴哦！慢点，慢点，来来来！好酷呀，你看动作迅速。抓住，抓住！啊，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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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没什么这么重，但是什么都没有。大哥，我来前面，我来前面了。大哥，到后面。点喽点。关键是什么都没有。等一下，螃蟹怎么吃啊？烤着吃还是煮着吃？是要那个沙子那样吗？啊？是要炒沙吗？炒沙啊？嗯。也可以啊。那我直接把这个，对，可以壳拿掉吧。对，那要把这个打开吧？不用，那闷住它，我再给它裹得紧一点，不让它露边儿。他们回来以后，我们这个应该就能差不多能熟了吧？嗯。哇，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吗？啊，有一只有一只有一只，都掉给啊！可以给他们看一眼。哦，有一只有一只有一只，来拿出来。酷耶！
小区太厉害了，又搞到一只耶！哇，这只好大哦，这很大。哦，第五只，哇，太大，大丰收了！哇哦，运气超好了。这样对我们渔民来说算是大丰收了。大丰收啊！几百块钱一天，你知道吗？真的。哇！我们昨天出海捉了好十多只。一次吗？昨天。十多只，大大小小都不是这么大的，大大小小都有。就是那个、像这么大的也很难得了。对，大的也很难得的，因为今天浪比较大，因为我们下午去看的时候浪比较大嘛，不适合我们出去，去了头会晕，回来整个人都太累了，就是没精神。这样对我们渔民来说算是大丰收了。像这么大的也很难得了。对，大的也很难得的。鱼哥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蟹呀、啊，把它给醉了，因为你要把它杀也的确挺难那个的，用筷子把它给戳死的，所以我们先用酒把它给醉了。好。然后这个沙子得炒个20多分钟。差不多了，看看呗。哎呦，闻到鱼香了。这回差不多了。熟了，熟了，熟了。熟了啊！熟了，熟了，熟了。这鱼不对。尝一个，尝点底下的吧。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可以了是吧？嗯，慢慢焖着吧。哇，太好吃了啦！味道还是好。他们还要多久才回来？真的很好吃。嘿，你才是一个吃货，你就是一个吃货。韩哥，什么都没打到哎。啊？真的假的？两个小小的放回去了，特别小。真的。运气不好今天，不过我们也够吃了，对不对？我们也够吃了，别搞了。真的没有了，真没打到。我看看，你看看这个够小吗？是不是特别小？哇、哦！这么小一只。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尽力了。韩哥，对不起。这么小一只。韩哥，对不起，都是我们不好。这么小一只怎么吃嘛？对不起，韩哥。你给镜头看一下。对不起。对不对得起大家的等待？太小只，对不起。我们错了。先把那个海水给它冲一冲，洗一洗，然后我们要倒白酒把它醉掉，就变成醉蟹了是吗？对。哎，多一点，对喽。好，我们把小的夹出来。别跑了啊！哎呀！啊啊啊！怎么这么跑了？跑了吗？让他跑了，让他跑，我给我。好了吗？有，跑了一只啊！这么海，让他跑吧，没事没事。他真的跑了，跑了吧，跑的是他福大命大。蛋蛋，哎，你待会儿到车上把那白酒拿过来。我现在是，现在是四只了吧？四只。本来我们五个人，一人一只。我吃你的，好吧。就这两瓶啊？啊，白的。来，都倒到这里头吧。快倒。醉死了。因为你要杀它的话会很麻烦，要用筷子把它直接戳死。醉的死了。哎呦喂，大哥，你这两瓶你能醉死吗？我死定了。还不是？那你还说他？你这么大块，这两瓶你都死定了。有道理。把那盖儿给我。你跟他说喝两盅。喝吧，喝了这杯告别酒。干了吧。他们刚刚已经跑了一只了。是吧？人家就能当螃蟹，你们当不了了。干了。可以。这个趁热就多吃吧。好幸福。
吧。嗯，没有。好吃啊。好吃。把那个酒倒掉，然后再用沙子炒。可以。好，来吧。好，把这个拿开，我来生火。好的。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把沙放进去炒，对不对？放沙。把那个姜认真的吗？是我怕有土腥味儿。认真的吗？我老听人网上人说吃土吃土，我不相信。咱们就是非得野生厨房不吃土不行是吧？对啊，就是还拿姜给我炒土吃，姜炒土啊！哎呦 ，kidding me！ 你看看这是啥玩意儿？这是我给你炒土啊！这道菜叫老姜香葱炒海沙。不然的话，那个我怕有土腥味嘛，你们就搞那个。还拿筷子拌？不然呢？我拌，我拌，我拌，我拌。哎呦，把这棍儿拿出来。完了，一会儿我们吃这个沙子的时候会非常的鲜美。嘿，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吃点土，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二百五，其实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楚。哎，连妈也疯了，连妈也放弃了，连妈也疯了。这个节目最后都是这样的。我真太荒唐了这一幕，我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哎，你闻香不香？你闻这土香不香？我拒绝回答。好像可以包了。哎，你看啊，这个镜头拍下来啊，一堆人呢，在这里炒土，哇！放两个鱼吗？不用，谢谢。我感觉沙不够。哎，你看，你现在正常了吧？你现在正常了吧？你现在觉得不够吃了，对不对？我恨我自己。你现在觉得五个人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吵着吵着吧，人就疯了，觉得不够，你就觉得不够了，吵着吵着人就疯了啊。哎，差不多应该熟了吧？啊，差不多熟了吧？啊，对，要不再等会儿吧。安哥，嗯，土给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熟的。比如说，比如说，你说土包鸡，哎，我觉得真的可以了，放到盘子里把它打开吧。哇哦，哇哦！哎哎，头发头发头发，韩哥的哇哦总是如期而至。哇，好香啊！你闻着啥了，哥？啊，这么大的风，你能闻着啥？哇哦，顺着这个风的味道来放这盘里。我觉得风吹过来的不是香味儿，而是我随风飘散的口水。哇哦，那韩哥先吃吧，韩哥这么喜欢。哇哦，韩哥这么喜欢，韩哥先吃。Oh my god！ 先来。这是一个特别神圣的时刻，因为这里的那个可乐蟹是最好的，乐呵乐呵吧。小俊，我的手不方便，你试试看。你看我这个手真的掰不了，你掰了以后给我吃。韩哥先来个腿吧，来，嚼一嚼，腿特别香，我都闻到了。真的吗？真的。鼻子好厉害。哦。没熟吧？没熟就对了，这个我估计也没熟，那应该也没熟，这是一起。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峰哥。没错。这是只冰冻鸡。哇哇！我觉得我们有危险，涨潮了！这个晚上会涨潮吗？现在晚上不涨潮了，不涨潮，现在涨潮都过了，现在涨潮都过了。来，母亲起来，咱们往里拽拽吧，来。咱们别这样了，对，往后面扯，我们来扯扯吧。好，海浪快把我们冲下去，有一点就是破坏一切的那种感觉。这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磨难和不期而遇的小小的趣味。我觉得如果把它能够用我们很好的心态把它连在一起的话，这个有可能就是一种圆满。我们清蒸了吃吧。好，清蒸了，清蒸了，太好了。我们要洗锅了，对不对？对。耶，又要洗锅了，哇哦，好开心哦。快去拿着洗锅倒掉。小菊，小菊，哟，赶快赶快，他毕竟是炒过土啊，哥。没事儿，哪有土？已经好了，已经好了，快放这边，快边煮边聊。浇小一点点水就够了。好，把它丢进来。要点水是吧？对，浇小一点水。对，要去拿点。再来。浇吧，没事。哎，那我们就现在赶紧吃着，让它煮着呗。好的。来吧。嗯，香。好，拿一个垃圾桶去啊。这都能吃吧？这个。火。那。嗯。可以的哈。嗯，我够了。够了。嗯，我们把这个。哈哈，有用吗？小鱼。啊，不，小鱼，没事，你们吃，小鱼，你们吃，小鱼，你们吃，小菊呢？你们吃，没事，没事，我不吃了。到底是小菊还是小鱼？小鱼是什么 ？Baby girl used to ride on the metro, had a dream of diamonds and stilettos, first class in my. 哎，你不觉得现在吃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发现没有？一切到最后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遇是美好，遭遇也是美好。应该好了吧？可以了，来吧，我们开吃吧，好吗？开吃。好啦。哦。我们把锅拿到那边去吧。好，来。就把锅放到中间。真的有土？哪有土？我们的节目叫做哪有土？别动。来吧，你坐这吧，然后我们就开吃。熟了吗？熟了，可以，绝对熟透了。其实不用蘸料，来，哇，怎么样？哇哦！赶快发出我那种声音！哇哦！给妍姐吃一口。
特别好吃。来，你先来一个，我待会儿给菲姐。嗯，特别好吃。可以，嗯。你要就大的，你要不要蘸点？好。飞姐，就这种生的最好吃。咋样？看这也是，嗯，好吃哈。飞起来了。小菊，这个也不敢吃吗？吃了可以的。你蘸点料，稍微有点那什么，你得蘸个，你蘸点辣酱啥的。这个好吗？拿个小勺子，要不太多了。这是什么料？我调的料。这个去腥的。去腥，有姜里面。嗯，我的天啊，我这个真的好吃。菲姐，大闸蟹一次可以吃几个？七个。几个？七个。我的天，七个，那挺厉害。就是一般别人约我都约不到的时候，就是说来这个季节的时候，非要请你吃大闸蟹。好啊，几点？大家现在知道约李菲儿的这个办法啊，吃螃蟹。嗯。疯了。我知道有一个还厉害的，那个安以轩，号称蟹后，他去剧组啊。他就要弄个冰箱，像这个季节，冰箱里面100多只蟹，然后下完刚拍完戏，就跟助手说，开蒸，然后回去就是10个。哇塞，小菊还好吗？小菊还好吗？没有那么腥哈。哦，好吃。你看，老天爷成人之美，我们吃上河了蟹以后，它涨潮也不涨出来了。按理说不是退潮。嗯。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啊，有的时候即算涨潮，但是你把自己的心眼放高了，是吧？改变一个角度，换一个位置，涨潮变得挺浪漫。你看，当我们希望火灭的时候，潮水就把我们的火浇灭了。我的天！你看，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不是经常有人说这个？我们要求缺，不能求太过圆满，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我们那顿饭有多么的，这个狼狈，我也没有觉得那顿饭有多么的，就是完美，那就是很真实的，那一顿饭，那就是很真实的我们在潮水涨落的过程当中，在大自然的见证之下，吃了一顿饭，也是人生就是不可期。不可遇的这种惊喜啊，喜悦。刚好，一切都是刚刚好，还能更好，三哥。怎么呢？缺了一点合成全下。诗人李诞要作诗一首，好果子做成好面包。李诞，你觉得什么样的心态，才可以永远吃上好果子？就是不怕吃坏果子的心态才。对，只要不怕吃坏果子。总有机会吃到好果子，而且不放弃。对，来各位，一杯敬相遇，一杯敬遭遇，一杯敬潮起，一杯敬潮落。哎，难得有机会看大海的潮起潮落，难得有机会跟蛋蛋相聚，跟韩哥一起。好了，喝酒，来飞姐，幸会。这样的人生真的非常的精彩。嗨，这里有清补凉哦，停一下车。我们要自己砍柴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支一个帐篷呢？你们有没有设置一期可以打猎的？嘉宾所想，妈妈。对。放眼望去，怎么啥也没有呢？太惨了吧，没有电。我要陷进去了。江武，你别怕，它会飞。笑这么大声！哎，我们野生出发，要野。
脚，抓脚！怎么有人在海边放羊啊？海洋，漂亮！哇，哇，小菊，人参啊，小菊！哇塞，太好吃了吧，这一锅！我们五个人一起发出那个声音啊，来！哇，好幸福！跟韩哥、小菊还有严姐说个事儿。登录新浪微博，前往野生厨房话题页参与互动讨论。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支持：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号。感谢国民美食社区下厨房 APP、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一点资讯、Rocker 界面、特别合作平台、QQ 兴趣部落、讯飞输入法、善堂、网易娱乐、网易薄荷直播、新疆网络媒体支持：凤凰娱乐、凤凰新闻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北京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网、国际在线、中国青年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南方网、360娱乐、猫扑娱乐、大香网、红网、大众网、中国综艺网，偷地雷的样子了。蛋蛋，哎，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还有什么掰蒜小妹儿不能少，掰蒜小妹儿，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像南霸天的女儿，然后有一长工？哎，舒坦，舒坦吧，哎，舒坦。